王爷白留吗？三斤三斤三八二百四，算不了，咱们就不准备来了。请请五斤，咋了？五斤五斤五斤不是六百二斤二百二百五啊啊啊！二百五多少？二百五二百五，对的嘞，对的嘞。那你算一算，我给他算一算啊啊！那你算，咱们要告诉我。哎，你站着，我算算啊。哎呀，这账不对哇，这账，我得好好的算算了，不要让狗拿他算的吃了我。一斤是八十克，二斤二八一百六，三斤三八二百四，五斤五七六八二七六五二二百五啊！我利用人买了个肉，我就没有一下买过五斤，我就算不了这五斤的账呀！你给这账五斤，这。嘿，那不像昨天我家妈妈，我妈还算不了五斤肉是多少钱嘛。我抓上她个肚子疼，回家问问我妈，看看这五斤肉是多少钱。对，就是这个主意。哎，你哎，来你做买卖，你是干五斤肉啊？啊，五斤。啊，你看看你要哪里？你看。来，这块。行，那这块。来啊，这块。哎，这怎么样了？肚子疼了吗？肚子疼的，他疼。那好，咱们去那边打上一针。我怕疼了，我憋憋就好。阿诺，我怕疼。哎呀呀呀！碰着你我可不管你啊！妈，儿啊，有了卖肉的人来了，咱卖肉是一斤卖多少钱呀？卖八十块钱一斤。八十块钱一斤，妈，二斤是多少钱呀？二八一百六。哎呀，也对上了呀。妈，那么三斤肉是多少钱呀？三八二百四。二百四，妈，那五斤肉是多少钱呀？五八四百。五八是四百。那么有人给孩儿我五斤肉，给孩儿我二百五呀嘛啊！那是他们哄我儿你的，哄我了，哄我儿你的。我也是这这张咋是有点不到底不对的，不行，你坐着，我和他骂他几句来，都带。干到底，门儿正经，坐在草洞，鸡不消停，再扔下来，肉子要扔，肉子要扔。哎哎，你这是怎么骂人的？这他妈哄人！你算对了。发财了，多少钱？五八四掉。那是四百，四百。那操你的也别说，四百怎么是四百啊？那是四百啊啊啊！什么是四百？四百咋了？那是四百嘛。四百咋？那我开个玩笑。再狠一点嘛，开玩笑。我算不得开玩笑，算不得就赚得出来吧。你看你这没有意思，卖点狗肉，你看你这一皮小脸红了。我告诉你啊。可不敢哄人。哎，对，我不是好人。哎，对，阿弟，你以为我李友人买了个肉，我那程老师可我都不好哄人。哎，对，闲话少说，咱们做买卖吧。哎，对，我们就别在客要等了。啊，对，哎，这肉就是不错嘛。哎，不好肉，好肉，哎，好肉。你干脆把这块肉，你一个人包老远怎么样啊？哦，你的意思我全卖。哎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全买呀！啊，好，我全买，全买，好，来，王老师，来呸！你看这狗哪的来呀不来？五斤肉给我二百五，那我要不是让那个妈妈就哄得吃了我吗？你看看这，哎呀，我的幼儿今天好奇怪的妖精呀！没法了，我端上八盘子狗肉，我腰和上一铁是买不了。
那么我整天扔了个马，啥时间买了个空，还给的我是银子，这么个家好说话。我说这老人家唱得肥头大耳，一看就是个有福气的，该我李有儿发财了，赶快撒上回家用饭去。妈，儿啊，肉买完了，怎么回啊？苍蝇来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去国馆没有啊？那你正说来在府门外边啊？人人来说够福够福，妈，而我就把他气成府门了。哎，那是他们骂我儿你哩。那是骂人的话，骂人的话。妈，儿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了，我就不好骂个人，他们动不动就骂我。你猜，儿我照他们所说，以后进了不能回来。儿啊、哎、不要与他们一般见识、啊、来来来，参娘回去吧、啊哎、妈，你老人家先不要回去，你在这门外聊个等一事，儿我回去叫你那媳妇儿我那个老婆出来和养着你老人家来。哦，我儿你娶过媳妇了？儿我早就有了人我输财了。好好好，我儿快去，为娘在外边等着啊。你等着啊，我给他赶快叫他去啊。哎，我给他赶快。不能回去，我家的老婆是个赖东西。我那天买肉走了回来的时候，我家儿大妈叫我了，李有儿，我娃你个傻孩子，你个傻小子，我娃你每天买肉不在家中，你家老婆在家里烧香了叩头了，咒你，我娃你也死了。我也不知道这话是真是假，管他是真是假，我悄悄地插到外门子后边，我看看他骂我些什么，我看看他骂我也不骂我，对，就是这个主意，我给他骂我。哎，
着坐着就生了气了啊！你是说李幼儿那个王八蛋？就是妈的，前车干了，他娘给他做的那半啪啪狗肉，到那大街市上去，自面面，自面面，吆喝着买饭料，再上几个铜钱，东茶馆里尽是西饭馆里穿。他不了还好了，把他老娘也给忘了。今日回的家来，我开上那半碰碰水，把那狗杂给推了。啊！你就把我推了啊！你大家弟、啊，你怎么打起人来了？我怎么骂起人来了？谁骂你来？你骂我们谁？谁骂你来？你骂我老妈，你谁骂你来？你看，这最硬的，我听着就清清楚楚，看着你明明白白骂我来嘛，就是谁骂你来？谁骂你来？我学学你玩狗样子，你好好看着，你好好的看着啊，你看着啊。坐着，老娘就生了气了。你说说李幼儿这个王八蛋，骂了没有你啊？他成天起来抓上老娘煮的碗，扒扒扒狗肉，去的那大街市上，滋喵喵啊，滋喵喵，吆喝的买完了，买上几个铜钱，东饭馆里进，西饭馆里出，吃饱了喝足了，把老娘我全忘了。当等他今夜晚上回来，我要找上一盆开水，我推了他这个狗。你骂来没有？你看你是不是骂的啊？我是当家的，你听错了。你这耳朵没听错，怎么就听错了？啥听错了吗？你说我是说等你回到家来，打开那铺水，哪个是你开水的推啊？你是说等我回来打开铺给我睡啊？不是手上开水要推啊？哎呀，你看听差了，儿子还老硬了。哎，那你不用咱的了，你出门外头把咱妈来迎接回来呀、啊。咱妈？对，咱妈。咱妈？咱妈？哎，这。我来他家七八年了，就没有见过个妈。今天他从那里给我闹了个妈。哎，待我上前问问，我是当家的。哎，我来你家可是七八十来年了。照顾你干嘛？你看这在这啊。你来到我家七八年了，我来到你家七八十来年了，你来到我家还活到一百年，活到你去了，别怪人家了。来了，我多少年啊？你多少年啊？七八年了，哎，七八年了。吉祥，你可是吉祥啊！哥哥，七八年了，就没有见过个妈，今天你从那里滚到了个妈？哎呀，你可是来不来嘛？我扔来个妈妈，他说我挠来个妈，不这妈就是挠来的啊啊！你妈就是挠来的啊？那哪里人来的？你听我慢慢的跟你说嘛，你看你这人咋打趋势走啊？有的带我的下影，伤的下影，伤的下影，留我留的笑。因为咱这家中穷的没有办法过了，咱妈就去到咱舅舅家中祖娘家去了。王星姐我也长大了，回做买卖了，把你娶抓了，他是回来看咱们来了嘛？原来是这么回事，走，出去看看。好，那你当是这么回事情啊？看去。家丁就是那一对。哎呀，那一位，哎呀，那一位，想咋嘛能不想？你这不想？怎么不想？怎么不想？看咱家老太太吃的是又白又胖，身体还挺壮。哎，对，你看谁？你看你，我怎么又黑又瘦，笨呀笨呀，还挺丑。哎呀，你看，哎呀，你看跟我过了七八年了，什么也不行。就你看。王姐，我又还又瘦，王姐，我还挺丑，丑什么？这都是些狗腥气味儿。行、啊、行，你看你不知道，你看你啊啊！哎呀，哎，过来！你说咱妈那瞅的肥胖肥胖的，肥头大耳是干啥的锅呀？干啥的锅？净搞你说咱舅舅家中又吃的，咱妈是吃胖了吗？还是这个？啊，那咱舅舅家吃啥？咱舅舅家中清早起来吃的是馒头，上午吃的是卷子，晚上吃的馍。哦，一天三顿白面。对，三顿白面。你见过吃三顿白面多人家吗？啊，大家的。哎，那咱家吃啥？咱家你还不知道，清早起来就是不够，上午我就讲究，晚上那碗里都能看到天上的星星。蜜糖西周一样，呀呀，对，呀呀呀呀，哎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啊！
不要害怕，我就是孩儿跟你说的，你的媳妇孩儿的老婆就是个歪东西嘛。妈，哎，快快尝尝吧，来来来来，尝尝尝尝尝尝。干什么啊？哎呀，我也在嘛口头里。好，口头的，那你先去开心，我先口，我口了你再口啊。你先口，我先口，你先来。妈，孩儿再给你偷上个头啊！我儿快快起来！啊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！快，你该找你了啊！媳妇也破门口头，媳妇起来。哎，快切，切成剁手了，切！哎妈，你看，大家的，哎，你给我站着不成？干什么去啊？你怎么买菜去呀？啊，对对，买点好菜吧。啊，哎，好，买点好菜，我跟他去啊。哎，过来，我没有钱呀。你没有钱？啊，你没有钱，还敢管老婆？啥？说啥了？没有钱就别换个老婆，这么钱的人多了，都别换个老婆。我还不敢换个你妈呀，敢换你也不敢换你，赶快这是不对了，我是大家的，嗯，你没有钱呀，人家我有钱。你有钱了啊？你咋有了的钱呀？我们呀是挣来的。快来，有啥你老了？你挣来的钱？你咋挣来的钱？你看，你给我说个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你要说不清楚，你就是你，我就是我。你说你是咋挣来的钱？你啊？我是给人家放棉花、包娃娃挣来的。你当我是咋个挣来的？哎呀，我是怕我不在，你偷上我的狗肉去买点钱去了呀！哎，非法上市，快给我钱！来。你可咋也小到点啊，你去吧，招呼好咱妈。哎呀，去吧，我马上就回来了。哎，你去招呼好咱妈妈。不能走了，我要是走了，他要盼望我妈，这盼望脱了又咋办呀？这来老婆，我上着上着操刀了，我看看他盼望我家妈呀吧，我好好看看他，听听他。幼儿那个王八蛋，我来他家七八年了，就没有见过个嘛。今天他从那里滚到了这个死老太。哎，待我上前问问，我公爹叫啥？我男人是谁？我是谁家的女子？他要是回答对了，就是我嘛；他要是回答不对呀，干脆。我是咋？你最好要贴上我吧？你看这东西来不来？你看。我公爹叫啥？李太。我男人是谁？李有二子。我是谁家的女子？王家的女子。王家的女子。大家你怎么打起人来了？哎呀，我就知道你有这些手啊！啊，你怎么样盼望我家妈妈呀你？我也怎么拉家常里？啊，你是跟咱妈拉家常了？啊。那了我缺大了你了啊！那你个招呼我咋家嘛？你个小到点儿。哎呀，你去吧，你小到点儿吧，我走啊，我在家。我也说你那王八蛋，还能有了我的这鬼星眼儿大了可还知道？媳妇才娘来。
来接棒来，接了棒文能做大官。哈哈，你看我死来了，用来了，娶的老婆给逮着出来了，给我妈妈大街上卖菜来了。你看那边上有两个搓麻呱呱的，要说接爸来，接爸来，接了爸就能做官。哎，我给他接到这办公室大事大，能不能做那边大官？对，做那边大官。接帮人叫何名字？我叫个李幼儿。接了帮人心想怎样？想想做那边大官了吗？拿来什么宝贝？没有啊，没有宝贝，没有啊，罢绝了。横什么还卖菜去？没想也有人去帮，这帮人上堂回话，这帮人上堂回话啊，上堂回话，上堂回话，这是说什么了吗？这。哎呀，你过来喊小子，你要过来喊小子。那是包相爷。谁呀？包相爷。我就是俺包相爷。真是。哎呀妈妈呀，这个东家大乱子了，喊了姐姐包相爷，那姐姐包相爷了，母子。小人与相爷叩头。这帮人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个李幼儿。你可有宝贝？宝贝啊，娘！哎呀，相爷，有小人一事啊？有你一事？哎呀呀，我的妈妈呀，大大呀，霎时间家就要割去我这西瓜呀！高兴的我说起了棒棒，昨两天打滚了。碰上宝箱也问我要宝贝，我哪里来的这宝贝？你看这宝贝，这……哎呀，想起来了，有宝贝了！我家老婆从前养活过个孩子呀，没有长相披过印，是活愣愣的。写什么？我给他写上去，写上去。天下有小人有宝，讲。从前我家老婆养活个孩子，没有长得披过印，是活愣愣写。我给他写上去。上得堂来胡言乱语，王朝王汉有将他扶了通堂。我有四口人命了，那四口人命，相爷，你看你把我砸死，叫我妈妈笑死，我家老婆哭死，肚子的娃娃给憋死，不是四口人命吗？相爷，李幼儿是个小子。念力是个小子，王朝马汉有此套文艺史料，西米尔都去到他家中找宝，找到宝物还则罢了，找不到宝物而此负了通杀，你们跟随去吧。好，都回去了，我也回。哎呀，回王英十两啊，香烟给你的啊，拿住香烟给我，王英十两，嗯，是给我的，给你的，那我就装去了啊。哎呀，李儿，还有嘞，还有什么啊？十米二斗也是给我的，也是给你的，胡小宝，胡小宝，来，哎呀呀，哎呀，走吧，走哪里呀？去你家寻宝，我家又没有宝贝呀，没有宝贝，儿子不要啊。你们一定要去了，一定要去，一定要去，离开的嘛！你看我儿子都出汗了，离开的嘛，快离！我儿子还怕你跑了哩？什么？把我跑来了？嗯，把我都跑了吗？你看，你看，我说跑可不跑，我说跑不跑，跑什么？我说什么呀？嗯，你们那个结果个意思没有啊？没有没有，你往那边看，你看看看，一个球长着两个脑袋，你看见没有？那你看见没有？跑的来，追追！
你来到了我自己家门。哎，走，不要走了，这就是我的家。进去，不敢进去。花生，你看看你们长得这红胡才，一个真正乖不是乖，竟然吓着我家妈妈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这那我人该当哪里？你们呀，那边有个小茶馆，还上点茶水去。我回家找上宝贝，跟你们一块儿进家乡也行呀，不行吗？行，那你可快点儿。哦，慢不了回家，接我妈呀。我娘送你妹妹，哎呦儿，送你妹妹。妈，儿啊，我可是不能活了。哎呦，怎样过不能活了？儿，我到大街上跟你老人家买菜去了，大街上碰了两个外穿马褂褂的人，你说这帮来，这帮来，这老帮就能做官。高兴的孩儿说：“进了八房，坐上来的大官吧，妈碰上宝箱爷了，我孩儿我有宝贝了呀！我儿可曾有宝？没有宝贝，人家就不让我回来了嘛！你看这孩儿，我就后面我就胡说起来了。我说箱爷有宝贝了，从前我家老婆养活我个孩子，没有长下屁股眼儿，活龙龙写上宝，我就给他写上去了嘛。这家丑不可外扬，咋来不是嘛？妈一句话弄到乡爷，乡爷就要把我推下去，扶老同志。儿啊，这相思后来，相思后来呀，还是多亏二表两撇好嘴呀。我说香爷呀，不要砸了我，我家里边有四口人命了呀。那四口人命，妈你可把儿我砸死，让你老人家想死，我家老婆哭死，肚子的娃娃跟憋死，你可不是四口人命吗？儿啊，相思后来，相思后来可就好了。那宝箱也最爱孝子，你也去，孩儿我是个孝子，他就不赞儿我了。妈，你看给了咱们好东西了，这是翁英十两啊！你看这啊，对，你拿来吧。啊，你讲有去，妈花有了，四米二豆啊，都是给了咱们的啊。哎呀，饿不着了。来娃，柴米娃来，弄好啊，拿来。弄好了。哎呀。哎呀，五落豆，快快！妈，那样子你们花比你们丑，而我嘛，怎样？而我可是万万不能活了，妈呀！找老娘啊！是真的假的？为何不偷？为何不蒙呀？看你连个宝贝也认不出来，拿来我给你看看。你几时说话认宝贝？你还认得宝贝了？嗯，
下到那这江曲爷，你看这人怎么报？江四爷啊，江四爷，江看爷。我说老家的、啊，哎，你把这宝贝呀拿到宝小爷头上，宝小爷说是真的，那就嫁不了。嗯、嫁不了。宝小爷说是假的呀，那就挣不了。挣不了。哎，那他娘来了。你不说我还清楚一点点，你一说就想给我倒了一桶家伙，哗哒哒哒哒哒哒倒地了。我要是把这宝贝拿到保险业摊上，保险一看这是真宝贝，那我可就做了大官了啊！那我就是官他娘了。哎呀，不敢胡说了，你就成了官的娘子了。啊，官他娘子了。保险业看看这宝贝是假的，完了，我死了就回不来了啊！这，你死了。你死了我可咋办呀？我死了你挨住咋办就咋办啊！你这个，你死了我可就嫁人了啊！我死了你就嫁人了啊！你过来我问问你，哎，比如说我要是真的死了，你还收我两天不收我？啊，收！哎，收了吧？啊，那你收多少呀？哎呀，我收你这么……哎呦！我死了还是我一辈子了吗？十年，干多，一年，还多，一个月，一天。哎呀，这怎么只收一天呀？我说当家的，哎，年轻我们是转转夫妻，不错嘛，就收你这么一天。那要是半路的夫妻，他咋办呀？若是那半路的夫妻，你哪里也是，我这里客气宝宝接家人了。哎，叫你妈后萝卜后妈养的你。妈生起人第四条扛起来，我一头也我杀下了你。哎呀，雷玉儿，你怎么耍起刀来了？这可不是耍刀了，这是保镖的，接了你家乡野才能接报。那咱们快走。他说你来呀。接了你的事啊，来。找报直接抓获一朝，打
叫来宝贝相爷请功啊，呈上来。回去呀、啊！关键处金光闪闪，真乃无价之宝。王朝王汉有将金宝人带到轿后，速速上殿。哦。对，李幼儿将宝朝到，请我做龙颜国母，承受来。此宝明光闪闪，珠泪晶晶，果成无价之宝，献宝人听奉。奉你一次甩手并敬王，有人与儿干殿下，就在宝爱卿府中学习礼仪，礼仪周全，热烈报国，领旨下殿。大家回府，上轿。千岁前来更衣。什么呀？担水活泥来，在哪里干啊？担水活泥。千岁前来更衣。更衣是说什么嘞？啊，就是脱了你的破衣，换上新衣。哎呀，我就穿这破的，我不好穿新的，就穿这破的吧。千岁、啊，你做了大官了啊！你做了大官了。我的宝贝是真宝贝，真宝贝，我真的做了大官了，真的做了大官了。哎呀，真宝贝，真的做了大官了。拿来，来，有，给我脱了这破的，换好，来吧。
千岁，贺喜千岁、啊、怎么大家发财，大家发财。不行、啊、封我这是个什么官呀？万岁封你一子帅首必肩马，有人你为玉儿干殿下。好、哦，一次帅首并肩王，有人玉儿干殿下。哎，那咱两个人谁的官大，谁的官小啊？千岁的官大，老臣的官小。哦，我的官大，你的官小。我的官大，他的官小。哎，我来再问你，比如说咱两个人谁能管住谁呀？千岁能管着微臣，老臣可管不得千岁。我的妈妈呀，你看看我还能管住他？哎呀，哎，不是，这两边的穿马褂褂别叨叨的，这是在干什么的呀？他们是王朝马汉张鲁赵虎。好，让他们给千岁我护卫护卫怎么样啊？来哟，你们见过千岁？参见千岁。哎呀，大家发财，哎，大家发财。哎呀，不是是、啊、哎，不是，你快来，你这两边摆的那明晃晃的，那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那是开封的龙虎铜铡。哎，我就是龙虎铜铡，真是太过了。其实我使唤使唤怎么样啊？太太过了，太了过来。哎，算了，不要动了，老臣前来。哎呀，你老人家更不敢动，你要动一动，脾气就要发大发。不敢动了，你坐下，你坐下啊，坐下。哎呀呀，这宝贝倒是好东西，有了宝贝就能做大官。你看看那天没有宝贝，宝相爷当着那么大的演讲，把那幼儿推下去，扶了从下。哎呀，我死了死了了了，没有今天了。我今天的宝贝正宝贝做了官了。我说宝相，咱两个人谁的官大，谁的官小？他说我的官大，他的官小。我又问他一句，咱两个人比喻说谁能管住谁？他说我还能管住他。好，我能管住你就好。我能管住你了，我今天快给把你扶来传查。对，我给他吓唬吓唬他，我看看他的胆儿大呀胆儿小。对，吓唬吓唬他，这都不用干。啊！有，把这个哈小子推下去，给我放回去。既然你咋了嘛？这千岁，你不是要诈微臣吗？哎呀，我是跟你逗玩，玩不开了嘛！咱进来嘛，这个。哎呀，哎呀，进来了，进来了。下下下下下。哎呀，我说我的胆儿够小了，还有比我小当子人？我是王朝马汉，把那个汉小子推下去，给我扶老头子，吓得个老头儿咋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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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乃是个小当子人，王朝马汉哟，与千岁我战局了啊！王朝马汉，啊，千岁，我这个官可是做不成了。怎么做不成了？正上去也了，这么大个小老虎咯噔咯噔咬我的脑袋里，这还能做了吗？不能做了。千岁，哎，你那是捧在局面上了。咋样？你捧在局面上了。这样就捧不上了呀？你把王侯位。啊，王侯位我知道，王侯位也在王侯位，喂，王那是侯嘛？你看这呀。做好了，做好了，做好了！
你看看我，我蒙也不蒙，想也不想，流云了下雪，拉月了合掌，走出了就拿住我嘛，稀里糊涂的倒下这地个去探长排场，排场王朝马航听话一前面有一位老妈妈拦路喊冤，问他可有状纸？这位老妈妈，你可有状纸？倒有状纸。你也有状？臣状。告，告状人当门旁事。当门旁侍原是我家母亲主家，那陛下你是母亲，可知我是无忧儿子的人了？母亲，你连当红阿母都不认识了。我当红，我这双目自难
你家老太夫人打搅，日夜俺忙。好。巨年，李千岁的巨年，何人的八抬？当大人的八抬，你我各凭其重，你凭我不凭。巨年与李千岁的巨年相遇了，一夜结盟。红叩见千岁，巨爷外边你是当红，是臣啊，王朝马哈，来下去，下去。哎呀，当红呀，当红，你列外居官，多少鞍马劳空了啊！为国尽忠，何言劳苦？千岁风光不享，可惜呵呵。怎么大家发财？大家发财啊！哦嘿，嗯，哎，好像我家妈妈的声音，我正要接她去，她都找我来了。哎，这，哎，大堂里边坐的你是母亲啊？哎呦，你是李幼儿子。死住了妈，快，下车了，哎，呀下车来呀！你看这好不好？哎，你看看这，啊，我儿哪里来的这身荣耀？妈，这就是你给孩的宝贝，是真宝贝。方孩我一直甩手并肩嘛，有人有儿干爹家。妈，这个恭喜我儿你俩。哎呦，妈妈，怎么大家发财？大家发财嘛！妈，方的儿子举业不做，你就做他那八抬嘛。来，上儿子举业来。母亲还是做爱的傻子巨爷来，快傻子巨爷来，当红我把你给小成爷，这是大红你是听，这是八花不幸福，这明亮是我的情商目，你为何保住叫娘亲来，我就打你天算师傅的，啊，不要打他，好好不打。若不然上第八抬轿，娘啊！你有儿一旁痛哭声。
个活不出来。方红一旁泪被困，听去年把谈笑全然不说。我娘不说了，你们回去有事找你们啊！来来来，参娘上龙厅，等会儿藏好咱们啊！来来来，藏好。河北乡党东朝干部。
喜坤定朝廷万岁万岁，从今以后我就不叫你万岁了，你也不要叫我千岁了，更不要叫他爱妾了，朝廷万岁万岁啊，这万万万岁。从今后杀伤人啊，弟兄相称啊，岁要是万岁大志传，快先等到不一成，亲这母亲他不认，杀母立刻追难容，催我们不让还，快选朕上殿，接旨。喂，万岁圣老，请来。是我这个曾经乱，料已迈不上去了，殿老。
娘问亲的母亲你不认，尘世上哪有你这样人。就算你怕怕我又不想你让我知道，今天麻烦铁棍好你个当刀呀当刀，你们远景家乡起了大火，可怜儿夫活的命丧一死，多亏母亲巴巴姐姐逃出火坑，千里迢迢早上进来，你就再三的不扔，你扔他也可，你不扔他也罢，你不该派人去把他啊，像你这样不忠不孝不仁不义，哎呀，我把你给撇成你，那要谢罪饶过你，你哪背向啊？你该叫包大人啊！夫人，新娘她不认。
曾是骡马名。